前经常幻想过，真的就是做梦也都想过，就是哪一天它突然就变好了。球衣这里。幻想过，真的就是做梦也都想过，就是哪一天它突然就变好了，真的想过好多好多次，真的好多好多次。妈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回归现实，就会发现这似乎还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说尽自己能力陪同吧，然后自己多努力一点，为他的以后生活多创造一点，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不变的思想。不管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，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初心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一直不会变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那你要去干嘛？你要去干嘛？